下一集，她是阿娥，是新在凤最优秀的演员之一。阿签，我要你当阿娥的助手。我的助手呢？帮我倒水，拿起衣服还有梳假发。不好意思，我叫阿昌，我跟我妹是新在凤歌仔戏的新团员。我讨厌这里。你长这么漂亮，应该要多笑。别担心，我会帮你。你也可以上 Me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剃头刀阿签传奇的视频。本节目是由。